您真喽。那不是你的。谢谢姐姐。我要给你。给你们买了礼物。你们这是手套。来了。哎呀买什么礼物啊手套。谢谢。哦也是气大三呢姐你。我看到呀。哇挺好的。这好看。真是的。谢谢。志兴你过来给你尝一口。中间做的粉。好吃吗？买点料酒，这样先腌制20分钟。把肉放下去，来个小香葱，再来点糖色，生姜，再来点啤酒。肉丝先取出来啊，备用。看着还行。这个也太好吃了。你冷不冷啊？腌制好的桂鱼放到这个玉米淀粉糊里啊。这个不用做的太稠，这种水稀稀的就行。干干净净的。不行，嗯，咱给那做菜上的那享受还没放呢。嗯，我是越复杂越享受。定一下这个形状，然后这么下锅。我弄个料，放进去啊，炒一下。蚝油，它来一点点的陈醋，再来点水淀粉，您走喽。这豆子都能成为一道菜了。你吃呀，今天多吃点啊。来坐姥姥旁边吃饭，吃饭，吃点，不许不吃就走了。你喝什么？每年的可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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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姐姐倒。哎呀，我给你们，我给你们，咱俩给洗胃的呀，两个镜头都有你。嗯，再凑一个。可以在那凑一个，凑哪凑？把看。那才好呢。那两个镜头，老爷爷都有啊。爸爸想换吗？我没有。有。就一定是呀，我也能搞，我也有。红焖什么？红焖蘑菇的呢？来，之前不是喜欢吃香菇吗？吃香菇。然后我们特意加了香菇。这个都不舍得吃，这个摆盘。你过去过了哪干？说吧，改光。
骨头可以放旁边。嗯。你可这个老汤。有点干了。骨头来一个。还能够不着，这演员怎么当的菜都够。给你来个大大饺，来来个西瓜。嗯，好，少吃饭，喝白菜汤。那西瓜，嗯，这里边西瓜。老爷要吗？之前要吗？西瓜，嗯。哎呀，吃这个一个这个。行了。不给我夹呢？嗯。好。这管子，这个，嗯。哇，真大。一二。Thank you。哇。这行也来一个。小的。有个八来，有个黑，小的嘛的。这里面。管子细啊，吸不出来呀、啊。管子不合格。这里边的比肉的好吃。香。吃香啊。怎么之前？有点咸。有点咸。来。哎呀妈呀！这虾也要吸的。虾不用，虾直接吃。嗯，这肉好好吃。嗯，香吃啊。嗯，咋不咋？咋办？咋办呀？嗯，咋办嘛？咋办？嗯，拌了一起吃。嗯，咋拌的？普通的。可能咱们得听老孙说。不是，他这放这样子，不能哎，得放个。混熟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前两天也看了粉丝。哎呀，这里在几天看一回，几天看一回。咬一口。啊，这边的香。哇，刚才谁说不吃的？吃鱼。嗯，这糖醋鱼吗？嗯，是糖醋鱼，但是汁儿太少了，有点，就蘸着汤吃。好厉害，这个。多吃点啊！我都再吃。哎呀，多吃了。嗯，我也得减肥呢。你减肥？怎么太恐怖？你前几天，爸爸，你前几天还说不减肥呢。谁说的？你呀。我有吗？进去我接底儿啊。嗯 ，Emma， 你可以稍微吃点再过来。拿些吃好了。你看他说什么，我没听明白。说电话吗？格力巧了。你妈吧？嘉兴华。嘉兴华。说我在这里稍微吃点再过去。我没听明白。那个嘉兴的那个方言，我们一句都听不懂，真的，真的，一句都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格力就这里，格力这里。不行，我寻思谁隔离呀？怎么回事？要隔离是吗？敏感词汇。隔离嘛，敏感词汇。你打电话说隔离。当父母的都在哈，不能到吃饭点了不回来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来干杯！啊，好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祝今年万事如意！万事如意！身体健康！对对对，发财嘛，就一个发财。啊！有缘，没缘怎么可以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呢？对吧？他们喝出了酒的感觉，是啊，啊，
把可乐喝成了酒的感觉。有时候喝这个我还上脸呢。真假呀？真的，你那上脸看不出来。那黑了你看不出来，以前那白时候，我这个脸以前白时候就我们家最白的。谁证明啊？白，给他证明一下。对，比妈妈还白。白是挺白的。白，我自己有感觉，有点晕的乎乎的，这样。可乐喝饮料，喝饮料也是啊。自己给你帮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了。我洗手。这是重点，有手味。他扒你，手艺的味道。我怕我这个手扒，怕你不吃，我没敢扒。哦。没有，我天。前天晚上我们俩去吃完饭遛弯去嘛，遛到这儿，有一个小两个小孩，一个他中学生吧，他领两个狗，朝奔着我们就过来了，我想跑了点，跑到跟前，他说啊，之前什么啊，之前粉丝啊，怎么之前老爷啊，粉丝啊，我是老爷，领两个那么大狗啊，我想跑了点，我过个道就过来了。第二天弹幕上上来了，昨天想跟之前老爷打招呼，他看到狗就跑了。今天早上我碰到老远就啊，别被认出来比较多，主要是你们俩不出门是吧？我们是直接出去的话，直接就往嘉兴菜市场出去。然后那个每次吃的时候，你先让他那只长毛把它风化了，好的，然后再蒸就行。下视频，点击关注，三连到我耶！好了，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我祝我的粉丝常来，十五再来。那我祝老爷减肥成功。哎，这不好成功，不好减呐！哎呀，这一天两天减不了的。再吃一个希望减肥。吃西瓜是减肥，不吃肉就行。我要给他弄两个小辫子。哦。这样。